我叫焦敏然，来自加拿大，今年14岁。在我成长的这14年中，我对中国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它渗透在我生活里的很多细节里，是我身体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加拿大，我愿意展示我喜欢的东方元素。我8年级的时候，我的学校组织了一场拍卖会，而我们需要做一个可卖的商品。我当时就在想，可以融入中国结这个东方元素。我和我的好朋友就一起编织了不同的手链、钥匙链以及发簪来卖。我们的商品很与众不同，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中式美感和造型，这也让我们的商品大受欢迎。我之所以选择中国结作为我的商品，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装饰，它有巧妙的编法，可以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图案，透露出来的雅致与智慧，正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一个文化方面。还有就是中国结是一个经典的中式装饰，不容易和其他同学重样。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的中国结向同学们送出我的祝福。毕竟中国结有着万事如意、喜、寿、安、康等吉祥的寓意。我和我的同学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案，最终我们决定融入一些西方的元素。我们挑选了一些不同经典的电影，有迪士尼的、哈利波特系列的以及超级英雄系列的。为这次活动，我们做了将近100个小商品来卖，很多同学都对我们的商品感兴趣，觉得很新奇很酷。很多人在买完之后都来追问我们关于中国结的历史。这次拍卖会，我们让大家认识了中国结这个中国元素。在中文里，结也和吉祥的吉发音很近，因此中国结也散发出吉祥如意的中国味儿。这件旗袍跟我也有一段故事，这是因为7年级的时候，我的学校组织了一场 Asian Heritage 主题的时装秀，这样的机会我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时装秀，我穿了这件中国民国时期风格的旗袍，而且这个簪子是我在西安买的，来搭配这件旗袍是我最喜欢的饰品。旗袍款式别致，拥有着精美的盘扣，展现了中式旗袍既摩登又复古的造型，同时也彰显出东方女生含蓄优雅的魅力。当西方遇见东方，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奇妙的念念不忘，就好像我既可以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曲目，也可以将中华古老文化的精髓在潜移默化中输送到本土的多元世界中，兼容并蓄，博学笃行。中国历史让我爱上了东方元素和中国的文化。在我小时候还不会读中文的时候，我爸爸经常给我念一些中国的历史书，其中我最喜欢春秋和战国的故事，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经典的成语。去到了中国不同的景点，让我亲眼见识了这些中国历史。比如在西安，我看到了秦始皇陵、汉阳陵、兵马俑以及出土的陪葬宝物，这次的旅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在北京，我游览了故宫，感受了它的气势雄伟，也了解了知名人物，我喜欢也愿意去学习中国历史。到现在我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记忆。5岁是我第一次回北京，到了北京后，那里却给我一种家的感觉。中国的亲人、热闹的环境、好吃的美食，全部都打消了陌生感。对中国的感情更是随着长大逐渐丰盈起来。只要假期有时间，都会回去，哪怕没有家人的陪伴。5年级是我第一次自己长途旅行，坚持回中国寻找儿时的点滴和探索新鲜事儿。其实，家人对我的爱每次都能胜过因时间而变得不熟的障碍。在爸妈以及哥哥的耳濡目染之下，我对中国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对中国丰富的文化想要了解的层面也越来越广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201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寻根之旅的成都营，还去了阆中贫穷的山区里看望那里的学生。我们和当地的小朋友们一起举办了一场嘉年华，我和我的营员们组织了很多不同的节目来和当地的学生们一起互动做游戏。我们之间或许有语言的障碍、年龄的差别以及生长环境的不同，但是我们依旧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半球，但是共同的语言让初次见面的我们心心相通。